我们用虚拟机来安装 MIT-EDU2019， 我们开的版本是 MIT-2019， 那系统没有 UEFI， 好，我们就来进行安装。启动，按下 Enter， 到 LiveCD， 不需要密码。等待一点时间，相当于光碟开机，我们就进入到桌面。开机成功之后，桌面上会有一个安装 EDU2019， 好，这一个 icon， 点两下。那安装的时候建议你先把网络关掉，避免它上网。等一下安装时它下载很多语言包还是其他的，会造成你的一些不方便。所以我们选繁体继续。好，建议先把网路关掉，继续。关掉的时候，这边会变成灰色的，就不会做一些更新。那我们原则上建议是你安装完之后再去做更新，这样速度或许会快一点。然后这是一些额外的 driver。或者是一些多媒体的套件的一些软体，需要你自己手动导购。继续，那我们就把整颗硬碟直接拿来装 EDU2019。如果你的硬碟有其他作业系统，你就要注意一下它的安装状况是如何，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来切分割区来用。一般来说，按整颗硬碟给它来用的话最容易，它会告诉你它要怎么去分割硬碟，它就直接的把整颗硬碟当一个 XT4 来安装。台北这没问题，然后这边请你输入你自己的使用者，那我预设都是用 Teacher。那我只会设定自动登入，好，你不想这样也没关系，每次登入要打密码。那有时候上电脑课的方便起见，学生开完机就到桌面，所以我会选择自动登入。如果你是家里个人使用，你不希望人家看到你资料，你就可以选择，好，不要自动登入。那接下来就是一小串时间的等待，大概3到5分钟，它会把所有档案安装进去。那安装这里复制档案大概比较没有问题。我们刚才关掉网路，是为了等在档案拷贝完之后，它可能会为系统做一个更新，或者是有一些语言包，还是一些它需要的软体，那它会从网络上下载回来。那有时候你自己的网络，对外的网络不够快，
或者是它的来源频宽比较窄的时候，会造成有一些使用者说，为什么在安装的时候会等很久？等很久的部分就是在它在下载一些特别的语言包那里，那我们把网络关掉，它就会直接使用光碟上面的。那等我们把系统装完之后，系统如果需要补丁或者是其他的更新下载，自己再连上网络下载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，不会因为你在安装系统的时候你可能一直在等，造成说你可能认为说，这系统为何会安装的时间比较久。那如果你的这些电脑的 BIOS 是属于 UEFI 的，那就请看另外一段影片 UEFI 的系统安装。那目前我们做法是 Legacy 的，就是以前 Grub 的 BIOS， 因为现在的 BIOS 大概分早期比较早期的电脑，我们会就是它的预设值是没有 UEFI 的状况。如果你是最新的机器，可能预设都是 UEFI 的状况。所以在安装的时候，我们会分两种状况，请稍微注意一下。那基本上这一个 ISO， 不管你是Grub 或者是 UEFI 都可以开机，开机。那 Grub 的安装就非常的容易，就是光 ISO 做成随身碟或者是光碟开机，然后按下安装，然后问你安装到哪里，然后选择语系，输入第一个使用者的账号密码，然后就开始装，那装完它就会正常重新开机，这是一般常见的一个状态。那 Grub 的部分问题最小。那至于 UEFI 的部分，我们会为 UEFI 再录制一个，如果你的 BIOS 是 UEFI 的时候安装你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。好，经过一小段的时间等待，那我们复制档案快结束了。
那我们这一次预设安装的软体也不少，那基本上是把 EDU 2018常用的软体做一些系统的更新还有增减，那大部分我们都是大家上电脑课会常用到的一些软体，包括 Office 系列、影音系列、绘图系列，还有程式设计的部分。那 Scratch 3我们也把它打包进去了，所以应该在资讯教育上面，上电脑课的部分应该是相当够用。好，他把档案拷贝完毕以后，那就会进行开机选项，还有硬体 driver 的一些安装。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那你点这个小三角形，你可以看到他在做的细项，做的哪些，像这个他在做语言包，中文的语言包复制，所以他在安装的时候会尽可能详细的告诉你他做了哪些动作。那如果你希望看到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除了看到上面的讯息以外，你可以按这个小三角形来看他做了哪些动作。好，现在正在安装系统，档案拷贝过去之后，那系统的安装一些设定，那你也看他安装系统的时候做 哪些动作。好，扫描光碟，看他这里会做镜像处理有没有，啊，这个时候如果你网路连着它就会连出去，然后一直做 Miro 的还有一些东西设定，所以造成你等待的时间比较久。那如果你把网路关掉，那它就会跳过去，就直接用它预设的一个设定就可以了。那基本上我们都把我们的来源设在国内，也就是国高或者是大学的一些密路网站，那你要去下载一些套件包速度都会蛮快的，它不需要到国外去。好，这样就已经做完了，就安装完，你就可以立刻重开机重新启动。那重新启动的时候，它最后会叫你按 Enter 把光碟片推出来，在这里啊，你试的时候需要按一下 Enter 重新开机，这时候它自动就把光碟片退掉了。那目前这就是安装完的状况，好，按下，那这边它是侦测网路，这边告诉你它要做的是侦测网路，也许是我们刚才把网路关掉，它并没有侦测到好，那网路侦测到的它就起来，这只有在第一次的时候会比较久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 Meet 的作为系统的安装，那里面你就看得到我们包了所有各种软体，包括 3D 列印啊，其他的软体，